就把账号刷好了。我先用全新的账号给大家看，让大家先知道一下。索大要去，那不要刷手抽吗？索尔安阿今天皇帝的新装已经确定了。是哦，我没有看，他那个没有分伺服器啊，他没有分伺服器，手刷已经刷完了。我现在只是演示一遍给大家看手刷的流程是什么而已。就我会先开一个新的账号，那什么、啊？来一个手抽示范，对，这是一个示范。反正名字后面可以改，而且这账号应该我也不会要。OMG 专属视频要出现了。是啊。瓦利索尔大跳槽路。只是他一开始要下载档案，还蛮麻烦。他一开始要下载档案，而且要下蛮久。要用游客吗？你想要刷手抽就用游客啊。The Archer Continent once.要屁股后面点他攻击，再打他，我点确定就结束。是要远程招了，他就是远程的。教学关第二关，你还有高低差，这个游戏有高低差。放逐就是个远程技能。进去哦，它有一个跟你讲，还有咏唱的速度，都跟它范围。凶恶巨兽，我等一下是精彩的那个。抽哪只？
兵法、啊。等一下，就是有精彩的召唤兽又来了。开局里面最精彩的动画。伊佛利特，这是一开始他的示范影片里面出现的。超屌的观众，可是不知道要几集才用的观众。我要调成正常画，因为刷手兽的时候为了速度，所以我是把它调低画质。刚打这两关，现在就开始第一个十抽，他手抽可以抽30到40抽啊，他这个手抽还蛮多，三到四十抽，说这个是第一个是免费的，免费的十抽，到这边是免费手抽吗？对，这是一开始十抽，后面还可以抽20到30抽，我是懒得抽到第四，因为你要抽到第四十抽，你还要打一关。新手关的，我是没有打新手关。对，这边就是十抽了，是一开始免费送的。哇，没有 SSR， 运气不好。SSR， 等是跳过了，没有 SSR， 开就没有意义。对，他就两个，不是 SSR UR 啦。他就拿到两个 N 啊而已。他开始不让我改，我不能动。说这个剧情打完之后，可以去领那个事先登录奖励，一会再抽十抽。这么坑哦！手抽版就不好抽啊。一个佣兵可以打一个佣兵，我一只都没有。不是一开始可以烂，不好抽啦，不好抽。跟你讲，你一开始抽梦钻，你要抽力量有那么好出吗？是不是？差不多意思啊。我要调成正常画。你看，有个刷手兽的时候，为了速度，所以我是把它调低画质。说刚打这两关，现在就开始第一个十抽，他手抽可以抽30到40抽啊，他这个手抽还蛮多，三到四十抽，说这个是第一个是免费的，免费的十抽，到这边是免费手抽吗？对，这是一开始十抽，后面还可以抽20到30抽，我是懒得抽到第四，因为你要抽到第四十抽，你还要打一关。新手关的，我是没有打新手关。对，这边就是十抽了，是一开始免费送的。哇，没有 SSR， 运气不好。SSR， 等是跳过了，没有 SSR， 开就没有意义。对，他就两个，不是 SSR UR 啦。他就拿到两个 N 啊而已，他开始不让我改，我不能动。说这个剧情打完之后，可以去领那个事先登录奖励，一会再抽十抽。这么坑哦！手抽版就不好抽啊。一个
佣兵可以打一个佣兵，我一只都没有。不是一开始可以烂，不好抽啦，不好抽。跟你讲，你一开始抽梦钻，你要抽力量有那么好出吗？是不是？差不多意思。先玩完没白嫖碎片就。说这边是自动战斗，所以就不用直接打。但是关是让你体验自动战斗了。教学关第三关，所以他们还能够关。可是手抽手抽只要打到第三关就有。所以说你讲中途那个剧情都跳过是很快，因为我是要看剧情，所以会卡比较慢。一下我也只有都是一只而已啊，而且我是多开下去抽哎，我不是开一个，我不是开一个模拟器哦。我自己是开六个模拟器下去抽，抽走一只而已，但是30抽哦。我刷到第四轮才刷到兵法，我就不刷了，太累了。挑战，还有个考验，还有新手。一开始新手馆要先打，他会给一些礼物，可是我还没打。怎么换账号？换账号你巴哈有一篇有教你怎么删掉，不用那个要找。等一下，巴哈有一篇教你怎么删啊，可是那个只有 Android 能用哦， iOS 不行。这样会比较快。我是一开始白痴一直被重新下载，到后面才看到那一篇。还有花浪费了两三个小时。所以那篇文章包跑哪去？找不到。点点点。可是他能点进也超多哎。手机不行哦。手机也行啊，手机也行啊，可是你要 root， 你要 root 才行。那怎么我那边不见了？这一篇你可以参考这一篇。https 冒号双斜杠 forum.gamer.com.tw/c.php 问号 bsn 等于35720 sun 等于17cm 等于8。操作模式都一样，可是你要有办法用 root 去开那个开档案管理器，不然你找不到那个档案。先不要看，好，这边玩就是算手机，这一样跟你讲，你有办法去删掉那个答案就行了啦，
那个跟手，那个跟你手机还是什么载具都，那什么啊，问题都一样，是你懂不懂得去删那个档案而已。因为他现在教学是教你模拟器怎么删，手机你就要自己去找，找那个或可以去看隐藏档案的档案管理器，因为一般的档案管理器是没办法看到隐藏档案的。因为他那个档案是隐藏档案，你要看得到才删得掉。最后这边玩就自由时间嘛，所以说你要拿到第20跟30抽，就是要收这个礼物箱。礼物箱这边会给3500抽啊，不3500石啊，不是抽了，3500石。还有一个给一个什么 UR 卡吧，对，他你这边玩 就已经是3500石。那他这边有一个新手30抽的优惠，还要宰，不是宰，对，他这边有个新手30抽的优惠，一开始是1000、1500、2000，不然正常是2000一抽啊，2010抽，所以他新手是前两次有优惠，所以你这边就可以先抽，就是第20抽。把新手管两关打完就可以30抽了。哎，新的哦，新的可能有 SS 啊，有 SS 啊，新的是 SS 啊，而且你他跟梦幻一样，你可以看那个书面呢、啊，这个可能是卡片，不是角色，烂。是角色，对吧、啊？这是卡，那个是 SR 是卡，那个图是卡片。这种灵体的才是角色，但跳过我了，浪费时间。对，卡片 ，UR 的卡片。哎呀，还没有角色，不用啊，这样就可以30抽了、啊。一开始10抽嘛。都现在20，接下来这个就是第30了、啊。一开始直接就可以白的就不一定有，直接跳过啊，这么快？对、啊，没有，都是 NR 而已。基本上我就抽到这样啊，这样就一轮了、啊。第40抽我没有抽啊，因为第40抽的话，各位。变你要去领挑战的东西，都还要打新手关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这样太浪费时间了，所以我就抽到30抽而已，因为这边可以领，对，之后回来之后，这边就1800嘛。说打新手关一关是200，对，他们讲说一关是100，打两关就有。对，所以你就是还要打两关，就可以抽到第40抽。可是我就懒得打那两关，所以我就抽30抽，我就直接刷掉了。啊，所以说他的首抽流程大概就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密码开启比较好，我直接示范怎么抓掉那个手抽好了。就是你开一个安管理器进来，做它一个 data 里面找 data， 都拉到最下面会有一个这个 WOTVFB， 对，进去之后找一个 files 里面有一个这个叫 PINFO， 把这个档案删掉，对，删掉完之后回来这里。对，直接执行游戏。
对，点击开始。你就变新账号了，你就变新账号就可以重新开启，而且就不用下载一些东西。不要删掉刷手抽啊，刚就刚这样啊，你没看点进去就已经变可以新游戏了，你就可以，而且中间那个下载流程就不用再下载了。我先登我。